东南亚最先进中国造坦克 VT4， 多个国家表现强烈兴趣。中国最新的武器明星 VT4 主战坦克 MBT3000 的出口版本也命名 VT4， 是由中国北方工业公司设计和制造的新一代主战坦克，是中国第三代主战坦克的海外出口版，是 MBT2000、VT1 的升级版本和90II 型坦克家的最新型坦克车。据北方工业公司的说法， MBT3000 是主战坦克最新技术，专为迎接高科技战争的挑战而设计。它的整体性能和作战能力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主战坦克之一。侧面拥有巨能反应装甲，防御力大大增强。拥有其他主战坦克所没有的强装弹药，在高弹主动拦截遍地的情况下比较有用。具有强装摇炮弹、碎甲的高伤害。 VT4 是目前在东南亚国家服役的最强坦克，不少国家都希望购买这款坦克。自从拿到 VT4 坦克后，泰国陆军就对它爱不释手，经常拿出来各种炫耀。配置的可发射激光制导炮射导弹的125毫米滑膛炮，是现役坦克中口径最大的火炮系统，性能优越，弹种齐全，火力属乎强悍。在其他的国外展示会上， VT4 仍然热度不减。纳米比亚的国防部长已经对新的中国主战坦克感兴趣。